哦，大家好，我是伦敦，现在玩的游戏是宝可梦珠子哦，还有新活动哦。铁半夜波荡水就还没打，可以打一下。然后后面那个色尾几率增加的哦，金色色尾大量出现，在那个帕迪亚地区是鲤鱼网跟扑隆隆啊，后面两个要有 DLC 哦。北上乡是小猫怪，蓝莓学院是虫滚泥。啊，然后领新闻的话会把旧的新闻盖掉，就要刷的话之前的新闻就没了这样。然后异色机遇之前好像有啊，我等一下再找，还是不用找了，这次好像异色我都有了吧，可能扑隆隆比较麻烦呢。有点考验眼力。那这次异色机遇增加，就 Let's Go 一直刷比较好刷，其他就应该肉眼都看得出来，都蛮明显的。哦，然后那个后面有留言那个铁半夜跟波荡水的哦，所以如果你还没打过想打单人的，可以进去看一下。那我记得我好像是，我是看这个吗？忘记了。我波荡水好像是电镀蛙嘛，铁半夜用古文巨身二，好有点久了忘记了，好吧，如果还没打的可以参考一下啊。另外一篇那个运气流就，我觉得运气不太好，我也很想试。那官方也有公告，这个都跟那个一样，我就那边跟这边是一样的。就不详细看了。然后那个铁半夜是紫的啊，波荡水是猪的，有版本分别，现在没讲嘛，好吧，如果两只都要就双版本，或是跟人家交换。我要只有一只的话，可能开这个不知道要。五星团体战不知道什么进度哦，可以开一个小号打，这样跟人家换。如果没有双版本的话，哦，那没有序号嘛，就接收新闻了。那好像连上网路就会把新闻盖掉，接收神秘礼物还有什么？透过网络接收宝可入口站新闻，好像跟人家连线打团体战也会把新闻盖掉这样，有没有漏掉啦？忘记了，哇，反正很多会把新闻盖掉的。那活动的话，应该是会有个亮亮咯，像这个亮亮了嘛。这边是那个扑隆隆跟。鲤鱼网，那异色几率是有提高的哦，就比较好，比较好刷到，这样讲对吗？然后这个是北上乡是哪一只啊？忘记了，不是阿伯蛇吗？那个小猫怪，后面都有一个亮亮的那个图形哦，还是什么的。后续活动的这样，然后蓝莓学院跟北上乡都是那个 DLC 哦，虫滚泥，这个好像那个帕迪亚地区也有啊，好吧，但是活动是在那个。这是哪里？蓝莓学院。OK， 那就是这四只啊。想刷异色，可以趁活动刷一下。异色几率提高。时间到什么时候？突然又忘记了。铁半夜跟那个波荡水，我打过就不打了哦。我切回去一下。时间到5月7号早上7:59，就接受新闻时间差不多到
六号吧，有人会一大早起来接收新闻的吗？应该不会吧？那我找一下那个几率的那篇，那篇我用什么标题啊？忘记了，等一下我找一下哦。那篇是什么花贝贝那个时候吗？那个 PTT 的新闻，花贝贝。我一直收到苗娃花，花贝贝烛光里，闪光率有特别 up，好像是这篇吧。啊，它预测几率如果没改的话，应该也是跟这个一样啊。三伏哦，这个还要加料理，没有加料理的，我看一下这个，三伏六刷60只加预测几率。是差不多160分之1哦，好吧，反正是一个很奇怪的几率。Shiny 落石，那你如果在吃料理的话，144，我觉得应该没有必要吃啊，除非你的那个 叫什么秘传调味料很多的话，可以考虑。OK，总之是个很高的几率啊。平常是多少啊？这边没写，好吧，我忘记平常多少，好像512吗？还多少？没有吃那个闪光料理的话，哦，我记忆不是很好，可能会记错。好吧，那差不多就这样啦，记得要刷一色就不要错过了。OK，那就这样，大家拜拜。